重心走自己都晃来晃去的，你怎么会稳呢？尤其就是在高度旋转，越高度旋转的时候，它的重心你看它是没动，它旋转的速度很快的时候，你看它重心还是不会动，看起来也不动，是怎么搞的？也就是说，你的身体的乱动，所以我就动了。
大又回去。